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以菩提心观世间情。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法界一切诸国度，悉能化网无有数。其身最妙觉等伦，此物彼行所行道。佛刹无边无有数，无量诸佛在其中。菩萨于彼悉现前，亲近供养深尊重。菩萨能以独一身入于三昧而寂定，令见其身无有数，意欲皆从三昧起。菩萨所住最深妙，所行所作超细论。其心清净常悦乐，能令众生悉欢喜。诸根差别，诸根方便各差别，能以智慧悉明见，而了诸根无所依，调难调者所行道，能以方便巧分别，于一切法得自在。十方世界各不同，悉在其中作佛事。诸根微妙行以言，能为众生广说法。随喜闻者不心庆，此等虚空无行道。自眼清净无余等，一切法悉明见。如是智慧巧分别，此物等者所行道。所有无尽广大海，一切修行始究竟，令彼众生悉清净，此无彼者所行道。普劝修成诸道法，悉令得住方便地，度脱众生无有数，未曾沾起众生想。一切机缘悉观察，先护彼令无争。普施众生难引处，此方便者所行道。这一共啊有十一颂，十一个偈颂。只是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入佛总性。昨天我们讲说，能够在佛智、佛的智慧，你能得到解脱了，得解脱了。这个解脱的境是什么境呢？深信。深生清净信心，永远不退。信什么？信佛字，信佛的解脱。就以这个信呢，能生长你的智慧。要是会学习的人，就这样学习，就是你学习应当修行的。同时在你一念能了知，这上求说是佛的一念能了知，是了解众生，一念间了解一些众生，了达什么？了达众生的心性，让众生的心性不违背佛字，
不违背自己的本相。嗯嗯，这样学道是吧？我们在这菩萨修行到实性篇，这实性当中所举的例子，嗯，就是调御你的身心，嗯，把你的妄，把你不正确的念，把它能调顺的到佛字，相信佛的智慧的，嗯，这意义还没完，所以下头有十一颂，全颂的是入佛总相，入佛总相，嗯，不但深入，要意入，意入就是我们念入、心思想入，嗯。佛总性是个什么总性？咱们经常说一切字总性，这是根本。怎么达到一切字？入大悲心，以字导悲，以悲度众生。度众生就是佛总性。嗯，那这十一颂所颂的都是悲智双运入佛总性。嗯嗯，我们讲十二分经啊，这都叫重颂。对，这个道里头啊，以前用长行的文字已经都把它解释清楚了，嗯，怕有没记得的，嗯，说再重诵一遍。对，一般的计算是不再解说的，嗯，像为了使大家在文字上可能还有不了解的，我们得料假料事，嗯，所以在十方国度不出于法界相，法界，在华严经里讲法界的时候，大家掌握这么个原则：界是生起，就是心，心生起诸法。嗯，在一切诸法所包含的、所境界相的，就一切国度，那佛都能去教化。嗯，说教化的众生啊，不可以数量界，那这实行菩萨呢，也能入世座。嗯，所示现的身，在众生庄严微妙，也有示现同类舍的。但是他这个身是幻化身变化的，说其心最妙，不能跟佛身相等的。这些菩萨实行菩萨随顺而行，也能如是实现。无比行啊，喜能化呀，这都是指佛说的了，指佛说的，说佛刹是无边是无数的，那么一切住佛呢，但有佛刹一定有佛，佛就住在其中。那实行的菩萨也能够在这个当中现一些众生前随佛向佛那样的教化一些众生，这就同佛的善根呢，同佛的善根。同时菩萨能以他一身，现多身，一身说一切法，一切身都如是说，这叫三昧，叫寂定，叫总一切法持无量也。菩萨所自住的境界是甚深微妙的，那就是住在性体发菩提心，住在菩提性，也是菩提道，行菩提道。他可能够化一些众生故，把他的身能变化无数身。但是这不是戏论，这是真实，所行的、所做的超越戏论了。那他的心呢，常时清净的，常时是悦乐的。菩萨没烦恼的，
那众生难度啊，菩萨起烦恼了，他知道众生性，众生没有的，做幻化的佛事，度幻化的众生。其心清净，常是悦乐的，一切众生要看见他，都生欢喜心。同时啊，这一个实行的菩萨，他能使他每一根，每一根都能生出很具泛巧方便智慧不同的，这一身在这个地方化度这批人，他另外化个身在那边是另外另一个世界，又度另一批众生，千百亿化身，化的好多呢。就像地藏菩萨化身所教化成佛的、成菩萨的，我举地藏菩萨例子了啊，其他的菩萨都入世的。因为说地藏经，那就说地藏经，佛令文殊师利菩萨彻焰到斗笠天法会的，来的诸佛菩萨些众生，这都是地藏菩萨化身。地藏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吃一千劫不得其数，就说明了他那个化身无数，乃是他所化的教化众生都成了佛了，成了菩萨了，也无数。最后佛说这么一句，我对这句话想得非常久的，想了好多年。佛没有不知的，在任何经佛，佛没有不知，没有不晓的。只有在地藏经说上，说无以佛眼观过，犹不尽数啊！说不但你一千劫彻得不到，我现在以我佛眼观，还达不到这它的完全的数字。后来我怎么想通的呢？佛是为了教化众生，推崇地藏王菩萨，让众生对地藏菩萨生特殊的信仰。这句话，是吧？这个。实行的菩萨，他的心清净的，教化众生也说的清净法，说一切众生闻到生欢喜心，而且的住根是指菩萨他所有的身口意，或者他没有说法，我的身之所行，俺们们所做的受那个舍律一戒。你身上所行的所做的都在律仪当中，舍受众生他看见你的形貌，看着你的行为，他就升起欢心，他就等于闻法，他得到胜利了，这叫方便。这个方便里头含着无量的智慧，这个方便是从智慧方便的。那每一根所实现的方便，我说眼根呐、耳根呐、鼻根、舌根，各个都有差别的，不是同一样的。为什么设现这么多方便呢？就调那些个难调难服的众生。那菩萨实行菩萨要调那些个难调难服的众生，他自己必有善巧方便。他对这善巧方便的方法上，在一切法上，他得着自在了，没有障碍的。那实行菩萨跟我们现在所修的不同的原因是没有善巧方便，我们在一些法上得不到自在，很固执的，很执着的，这是不同点。同时呢，菩萨的教化众生的处所，十方世界，每个世界都不一样的。世界咱不说那么大了，咱们说咱们这个现实的国度都不一样了，这个县跟那个县都不一样了。我就只说福建吧，莆田、仙游、惠南、泉州。从福州一出来的福清，每个县话不一样的，仙游跟莆田两县很接近，那我到
到这仙游去，在莆田学会几句话，到仙游完全不灵，仙人不懂。仙游莆田惠南这三县，方圆不大，话都不懂。那厦门，厦门跟泉州、跟漳州，这叫金三角，发展的很早，财富很大的，但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也不同。那要再把它开阔来说，是咱们全国再把它开阔来，咱们这个地球，嗨，那咱就不可知数了。对，不可知。那像这个所说的，那就太多了，十方世界。十行菩萨就能在这些个世界能来做佛事，随顺众生，随顺他所爱好的，随顺他的语言，那你得随顺他的文化呀，他风俗习惯不同啊。你现在看那个画报上，那非洲人，男的都要留头发，女的都要剃头发，很乖。这我最近才发现，以前不知道，就一看到报纸那个画上，哎，他就说了，那个地区的人，那个国的人，他男的都得剃，男的都得把头发留起留上，女的剃头，颠倒的。我刚到福建福州，年纪很小了，我在16岁，我看见那个女人呢，脑壳上插着三把刀，在那头发上插三把，我不知其妙，我这干什么？那女人都插三把刀，那头发往的别的，不然怎么插刀啊？插不了刀。还有呢，农村里头，那男的在家抱小孩子、做饭、生活，那女的都下田，那是水田呐，林六干都是女的，男的不会。住上几年了才知道，那个地方风俗，风俗可以改不改呢？等我离开时候已经不是了，女的那三把刀都没有了。这几年变化，那现在更不同了，更不同了。就说是菩萨他的善巧方便，在十方世界度众生时候，他都是做佛事，做佛事必须得随顺俗事，说你这个佛事不随顺世间法，不随顺俗事，那佛事做不成啊。对，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法啊。假设我们的道友穿上袍子，搭上衣，到聚落里面去，或者到你那村子到底现场，你说我要跟你说说法，他才听你的才怪。你事先看吧，这叫在他中做佛事，事先跟他同类舍，这叫同类舍，事先跟他都相同。世界各个不相同，菩萨必须得有这个本事，没这个本事不能化导众生。咱们都得关在庙门里头，庙门里头自己修行啊，这个不是化度众生化度自己，能把自己本事学好了，能够产生的微妙不可思议的利益众生的本事，你才能化度众生，才能为众生广说法。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给众生说法，到那儿拿着大方广佛经，你给他念一段，他要听得懂，哼，才怪了。不可能。那你把这个语言得辨别了，辨别什么呢？啊，随顺他的语言，我这是语言变，道理也得变。随顺众生，善巧方便。这加拿大跟美国本来它是不分的，但是它生活习惯各个地区的人不同的。
你要把美国的那个生活习惯或者那个说法呀给人讲解呀搬到加拿大去或者到温哥华呀到多伦多呀不成了不灵了。嗯，为什么各有各的生活习惯，你得说他耐听的话，他不耐听的话你拿你的国度这个方式方法给他去说去，他不耐听，那缘分也没有。原来没有呢，就是说法文法的因缘没有，他不听你的。咱还说这不说正缘吧，我们印光老法师道德是了不得的，在普陀山闭完关出来到上海讲经，哗，刚一讲经好几千人呢，那大会堂满了的，一天比天少，一天比少，七天不到。没了，为什么？一者法不对机，人家不听你的。最初听说这个闭关老修行一定有什么妙法，一听啊，不是这么回事儿。老法师说他不懂，是吧？印老就回到这灵岳山闭关，用什么方式教化众生呢？写信呢？问答呀，那就广了，那以后那就度的人呐很多很多的，这叫弃理，弃理呀，不弃机不行啊。这华严经既要弃理也要弃经，对，弃经的意思呢，就跟诸佛合，与诸佛同一词力，跟诸佛呀同一个慈悲观念，同一词力。你说众生同意悲扬，众生成就悲呀、啊，悲是悲呢自己的业障了，或者忏悔了，或者苦难了，仰呢仰望诸佛的加持，这叫上去祝福，下合于众生，这叫上求下化，求祝佛的佛法，下化化到众生，这叫菩萨。你每位道友，你今天得这样想，我学法干什么的？那给人家说的呀，你要去给人家说呀，说我们有钱不舍，要吝财，吝财的因果报应不太大，要是吝法呀，那个罪业就深了，那就深了。像木五台山的故事，牛心菩萨，就是这个故事了。所以这段经文呢、这个偈颂啊，前头都说过了，我在这重复随着偈文说一说。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说我说不那么深，你说深了他也不懂，你那他所能懂的，你自己所能表达的，能说什么就说什么。让他离苦得乐该懂吧，说你做点好事别做坏事该懂吧，说心里别打坏主意，不要坑人害人，这个都懂吧，这个也会说吧，我想每位道友都会说吧。说那苦怎么来的？说你自己作业来的，招感来的，这个该会说吧。这样的学菩萨行，学习文者没不行，此等虚空所行招。文法的人生大欢喜心清净心，但是菩萨行道的时候等于虚空。为什么等于虚空呢？不在那个文法的众生身上起一点点执着，终日度众生无身可度。这是自性的众生，这个就是有智慧眼了，清净了，智慧眼就说你有光明照的意思，清净的意思，没有其他的一点心思，纯粹一心上求下化，把众生看成即是佛，这样子来观，这样子才一切法
都能明了，悉明见。见者这意思呢，就心里能领会。这个见不是眼睛的见，明见是智慧的照，心经的照见，无印济公那个是见，照见明就是照，不假作业的，这样的叫智慧巧分别。就是实行菩萨所行道所教化众生的，所有无尽广大佛一切修行实究竟，修的修行达到究竟了，圆满了，成就佛了。但是每一句话每一句文都两种含义，一种是菩萨行道，菩萨所行的道就是诸佛所成的道，菩萨见到这个道，把这个道又说给予众生，众生也能照着去做，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这样的说法的功德呀，无尽的广大的福德。这个福德呢，离众生说说福说德，在菩萨自分，在佛的自分当中，众生是空的，福德也是空的呀，一切皆是真如法性的本体，一个是体，一个是肉。这样的才能使得众生都能达到清净。使无比者所行道是指着佛说的，菩萨也如是做，学佛所做也经也能成佛。度得众生无有数，为什么暂起众生想，度了那么多众生没有起众生念，连想都没有。咱们不一样了，咱们做一点好事儿啊，就想到我这功德呀，有功德了。我有这个想法，我讲经的时候啊，消灾免难了啊，要讲经的时候病也就不生了啊，不讲耽误时间多了啊，那病就生了。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不称性，他是自止不了啊，他还要入世想啊。为啥呢？有惑眼故，不是清净心，他那个心呢有惑有眼。那你得认识到啊，如果你不认识到，就要以非为是。以非为是，往往的有些个道友啊，老和尚啊，那个家子给回向回向嘛，完了他生病了或者干什么了，他病好了，他把这功德推给你了。哎呀，老师，那个和尚病好了，那跟我一点毫不相干的了。他的病好了，病害病，跟我有什么相干？那是他的自分的事儿啊。他心里向着三宝，就他这一念，他得的家私。那你行，所以行菩萨道的，千万不要认为我可了不起了。跟你毫没关系，你念的是诸佛菩萨加持的，人家求了你当个介绍人，或者介绍地藏菩萨，介绍观菩萨，你得念个地藏菩萨或者念观菩萨，他就好了。他好了是菩萨加持的，跟你没得啥关系。我们有些个或者你诵经也好拜忏也好，我听见我的就是我的徒弟催得不得了，好像他道德很高很高了，我怎么说他也不听。没错，他念大悲咒得到怎么怎么加持了，给人家一说就灵，人家上他这儿求大悲水，经常耐说他们向我这求法，我就给他法了。他有啥子法呀？我说你有啥子法呀？你没法，脑壳都剃了还有法呢，一根头发都没有还有法，你有啥法？诸佛菩萨的法呀，诸佛的法呀。